不管在投或打或守的表现上都非常的精彩。那在今天呢，我们的单场 MVP 就是我们今天的先发投手江纯佑。好，陈燕，想要先问你一下，一开始知道自己要以22岁的年纪扛下我们统一师的师队开幕战先发这个责任，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心情吗？我知道要扛下开幕战的时候，是我觉得心里这种被这样肯定的。好，所以对自己今天的表现觉得怎么样？很不错，掌声鼓励。好，那其实陈燕今天主投6局嘛，没有投出保送，而且今天的用球数也非常的精简，可以说是在控球的状况上非常的不错。那可以跟大家说一下，你准备这一场开幕战是用什么样的策略或者是那个目标之类吗？因为从前年到去年的成绩一直不是很好，所以今年想要就是。在练习方面，可以跟像跟那个开幕积极一点，然后我要谢谢我的老婆，一直在身边鼓励我，谢谢。给陈燕掌声鼓励，他今天的表现真的非常的精彩。那其实今年第一场胜投已经落袋了，想问一下陈燕，今年的球季有没有给自己什么样的目标？目标的话就是。我希望我的投球局是能够破百，然后10胜。走。